看完了上周宪兵的年度施政回顾影片，让我啊对陆军今年的施政回顾影片充满了期待呢，想赶紧啊再看看。学长别急，待会的回顾影片就是呈现陆军弟兄姐妹这一年来全力以赴在对抗疫情、建军备战的点点滴滴，并展现守护美丽家园的决心。没错，军人存在的价值就是做好训练，准备作战，赢得胜利。并且秉持实战化思维，强化立即出动作战能力。陆军有信心，也有实力，为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提供最强而有力的保障。接下来就请大家透过陆军司令部制播的施政回顾专题《永恒的守护》，一同来了解陆军年度内执行了哪些战备任务训练吧。Let's get started。我是阿文，能在天空飞，一直是我的梦想。阿文，那你这次体检没有过，你对以后有什么打算？打算。爸，不然我们先吃饭吧。好，我们吃饭，我们吃饭。来，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清幸福又洋溢，就算有时会沮丧，答应我绝不放弃。我们就站在这里，请永远不要忘记。Yeah.
要征服这世界，前方的路再黑我也不觉得累，因为有你会陪在我的身边，无论白天黑夜，心中的热血也不会被冷却，只要有你相随，什么难关都爸，换车子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阿文啊，这台车也陪伴我们很久了，从你小时候载到这么大，很舍不得。换车的事情爸爸再考虑考虑好不好？再想想，再想想。嘿嘿，我要甲你建议一下哦，你这台车你有要考虑换掉？这台车差不多20年了。啊，不过这台车旧旧顺的，啊，即摆的车够好开。是啊，即摆的车其实加真好啊，啊嘛加真安全。我考虑啊，我考虑。好啊，你考虑看卖。好，谢谢，好，谢谢。好啊，好啊，你回家办咧啊，好。有当时甲老朋友分开，真个唔甘。但为了这个家，甲厝内人的安全，嘛是爱放手。
喂，晚上。哦，晚上啊，好了好了，好好好。在每一个黎明，总有着坚毅的身影，在山之巅，在海之滨，守护着这片土地。在每一个夜里，双手紧握着勇气，我们会永远在这里。哪怕风雨，坚定着不放弃，温柔守候，奔向未来曙光。我们手紧握着手，温暖你和我，不向困境低头，也不再疑惑，一起奔向大自由这片空。这个可以吗？很好，可以。我们手紧握着手。介绍是机长，可能是我。大机长。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确诊人数持续向上攀升，近日每天。哦，今晚疫情真恐怖的，像我，几日工拢载无人过。大家啊，拢唔敢坐车啦，唉。少年诶，啊，你是做啥物工课啊？我是，不好意思，是，大概在十分钟后反应。是，谢长，谢谢。辛苦啊，我看救灾拢是恁去斗三工呢。不会啦，这是我的本分，大家都很辛苦。嘛是啦，我甲你平安在安雅区，嘛是我的本分啦。地方来关心里面的情形，他收到有接受媒体访问，带来听一段。这是我的故事，你我共同的故事。这片土地上每一件事是那么如常的每天上演，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不懈。我们都知道，这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靠的是每一份让家
更好的心。有人守护了心爱的玩具，有人守护了自己的志向，有人守护了自己的家。而现在，我守护了我的梦想。对军人而言，守护国人的心，就是我们的日常。守土卫国，你我同行。陆军的施政回顾，真的让人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对我们国军是不是又更加充满信心啦？是啊，学长。